你好，我是 Joyce。 我国内陆税收局提醒每个人，包括网红在内，只要年收入超过34000令吉门槛，就必须要报税。而采用手写表格提交报税表的打工族就要注意了，因为有关的截止日期是在本月30号。至于使用电子报税 e-filing 的人士，则可以获得额外15天的报税时间。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，其实报税和缴税是两回事。报税只是呈报你在过去一年的财务状态给政府知道，而缴税是把收入的税务交给政府。换句话说，每个有收入的人士都需要报税，但只要在你的收入达到一定标准时，才需要缴交税务。另外，大家在报税后必须将所有相关的报税资料和收据保存好，这样是方便当内陆税收局将来查询时可出示证据。谢谢收看，我是 Joyce。 更多新闻资讯报道，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。